嘉义县政府教育处、嘉义县嘅卫星电视台、甲社团法人中华甘露的宴专人关怀协会共同办理嘅红色衣裳又不滥用行动电影车巡回活动，日前伫德甲高中办理第三场次，透过 3D 电影以及活动嘅科技，反毒教育活动，深入校园来宣导，以营造安全无毒校园甲友善嘅学习环境。教育处代理处长李美华就指出，这项反毒教育巡回活动结合地区企业、教育单位啊，佮学校共同办理，由教育处长啊，佮各校校长倒入地区企业资源，率领全体师生来宣誓，坚决拒绝毒品进入校园，建构友善、安全、温馨的学习环境为目标。也代表馆长王章良来致赠感谢状，感谢嘉义县立电视台阿古甘露的宴全人关怀协会，长期亲近嘉义县，阁有教育处携手协助嘉义县合作建立正确的反毒概念，阿古营造友善的校园环境。谢谢新闻中心的记者蔡宏报道。